祝我生日快乐！正前方就是这一片。的房间啦，进门呢是这里有一个厕所，浴的还有一个浴缸，之后它的这个两个洗漱台是分开的，还挺好。一个洗手间，走出来之后是一个超大的镜子，然后完了之后是一个酒柜房间，看出去的景啦。对面就是 Anchor， 然后下面是泳池。刚刚收拾好啦，现在要出门吃饭啦，带了一个小丝巾。然后今天的 OOTD， 你怎么就这么走过去了？然后穿的是这个 Fabric 的丝质裙子。他俩在说啥呢？叨叨叨叨叨。We're just joining our family.现在在排队等这个楼下的自助餐，然后如果你住这个酒店的话，等自助餐是可以走这个 priority line 的，两三桌吧，还挺快的。Energy Drink 真的太牛了，我刚刚快睡着了，这一下子就给我弄醒了。刚刚去拿的一个蛋糕，朋友给我订的，然后他回来之后还把房间给他布置了，比心太可爱了。我刚刚大概在这个场景下面拍了800张照片，太愉快了。让女孩子拍照大家应该懂的都懂，就是会一直要拍到一张很好看的，然后而且他还会很认真很耐心的一定要给你拍到一张就是我觉得都已经可以了他还要继续拍的那种照片。下午呢我们就大概是去逛了一下，然后今天晚上订了一家中餐厅，然后约了一个烤鸭，真的是大家都很馋，然后今天也是暴走了一天，所以今天晚上那个烤鸭应该会吃得很香。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生日快乐，许愿。来，我来许个愿。我这有个拿没的，这给谁呢？这个拿不到巨好吃的程度。人生第一次吃蛋糕是这样一块拿着吃的，手抓蛋糕。人在囧途。吃过手抓海鲜。手抓蛋糕，手抓生日蛋糕，你怎么还不上手呢？我斯文。他高贵。Vegas 还是要晚上比较好看，感觉白天没有那么好玩，晚上人都多了。收拾完了，准备先下楼给自己买一杯咖啡，因为大家都还在睡觉。喂，你来说，你看，嗨嗨嗨，这个项链特别的好，佩戴的时候特别的快，然后一吸就好。早上起来呢，就收拾了一下，然后下楼买了个咖啡，现在基本上都搞定了。然后我们准备中午的话，应该会去吃一个上海菜，是一个上海朋友推荐的，据说是特别特别好吃，就比在上海吃到的上海菜还好吃。然后我们就准备去试一下。下午的话晚一点约了一个要看秀，今天的行程比较随意，那我们就出发吧。出门前分享一下今天穿了啥。 Acne Studio 这件 T 恤长袖的，正好就省得涂防晒。这个是迈阿密亚的耳钉，银色的水滴，我最近戴特别多，因为它很方便，又很百搭。我进这个项链就随便叠一个，这个 T 恤都很好看。然后一个 Leroy 的小号的这个包包 ，Cost 很多年前买了一条短裤，下面就穿上拖鞋就可以走了。OK， 好了，准备出门了。哦，这是他们这里的菜单。感觉昨天晚上那个青菜吃的可能晚上。点了一个烤鸡。嗯，好。对，有强烈上升。哇，这个生煎都在滴汁，拿勺接着。我们现在在百丽宫，准备从这边开始一直逛街，然后一会儿有一个秀是在 MGM， 大概4:30吧，定了一个秀，然后正好就晃荡走过去，然后现在要开始我们的逛街行程了，买了一杯茶。好像说他们会在这上面蹦跶蹦跶蹦，这个整个场也太帅了吧！
一排的杯子。买的这个起子。哦。这些每一个都好可爱呀。还有这个 Hello Kitty。我们刚开完秀出来，去了一趟可口可乐店，逛了一圈 ABC Store， 看了一下没有特别好看的公仔，但是买了一些冰箱贴，现在准备去吃晚饭了。我们一致觉得那个秀非常的好看，就很震惊，演员的那些杂技技巧都很好，反正我是第一次看那种秀，觉得还蛮新奇的一个体验吧。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要去吃 Japanese Barbecue。觉得今天的好吃吗？好吃。Yes。你喜欢吗？吃沙拉吃饱了。吃沙拉吃饱。你在一个。他在认真的帮我们烤肉。那个牛舌我觉得好吃的，我感觉下午四点那会儿太烤。太热了，幸好我们去看秀。要不要去叫那警车捎我们一程？有。撩起裙子来卖个屁股。哎呀妈，这是能播的吗？大家早上好啊，我们现在收拾完了要出发了，涂一个唇膏。哎呀，他倒了。昨天晚上我们吃完 barbecue 回来之后呢，就没有出去了，就在酒店楼下晃了晃，然后就上来睡觉。今天呢我们要去死亡谷，租了辆车从酒店拿，然后待会儿直接开车，大概离这儿待了两个小时吧，然后去看一下一个国家公园。Let's go！ 我感觉这里的白天黑夜都是一样的，赌场一样的热闹，一样多人，每天我都分不清楚现在到底是几点。我们现在要走去拿车，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Vegas 真的好干，我的头发。三天没有洗还这么干爽，在东部真的是想不敢想。这是我们这次租的车车，两位男士正在这里检查这辆车。走吧走吧，上车吧。昨天又有人在中国城砸车，嗯，晚上，然后他们晚上说是一个团伙在这边就是蹲点，专门蹲这种什么租车的。这车不也被砸了？哎呀妈呀！砸的还挺有轮廓，我操！哇，他们不是整个给你砸掉，他们只把底下那块砸掉了。那你换你也得换这个。缝缝补补用三年。在这儿，昨天不就在这儿？这个。走。这个去送啊！两个羊肉放一起了啊！其他稍等一下。配上我的油条，太幸福了吧！这个早餐。上了一个厕所，这个厕所巨臭，豆瓣酱，哦，太恶心了，中国文酱，豆瓣酱，我好恶心，豆瓣酱，你不要说豆瓣酱，天啊，我受不了了，我觉得可以尽量的不用上厕所，咱们穿个尿不湿吧，太恶心了，那袋子应该不是这个 belly 的意思，它应该袋子 western 的物质。我感觉在这边看这些山，我有点口渴，说实话。没，我觉得这个温度不会 kill us， 那个 restroom 可以 kill us。正前方就是这一片。
北美最低的大陆。它真的太烫了，看了一下表，应该110度左右。我们每走两步就已经往回走，实在是扛不住，肉眼就能看见那个热浪就在那里，太吓人了，好热啊！这个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山，这个是我的裙子，一模一样。最热、最干、最低，还有三个之最。我从阴影这里跑到车上了。二一 ，Let's go go！ 好帅！沙漠上的绿洲。干杯！大家早安啊！今天是我们在 Vegas 的最后一天，然后刚收拾了一下，现在大概是要把行李先存在楼下前台，然后 check out 去吃个早饭，回来就还继续在附近逛一逛，晚上的飞机回家。我们现在收拾好了，要出门啦！今天穿这样，上面这一件是 fabric 的一个小外套，之前购物分享里有跟大家聊过，然后下面也是 Fabric 他们家这条牛仔裤，这条牛仔裤真的太好穿了，太显瘦了，长度也刚好，配拖鞋什么的都刚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出门去吃 Big 蛋，那是什么菜啊？西安菜。西安菜。打单。OK。因为都是我们点的麻酱凉皮，您给它拌开吧。菜菜点了一个肥肠面。Oh, nice. I like it. 好，这个肉夹馍。其实我点的西红柿油泼面。阿姨已经说不吃了，抢了再剩下一块蔬菜了。我们现在要走路去 Sphere 那个大球那里看一下。Fun facts about Spain. Searching. Spain is home to the world's oldest restaurant, Sobrino de Abadín, since 1725.I am a 2-year-old humanoid robot and enjoy speaking with you. If you wish to chit chat, please approach my robotics coordinator. 我吓得腿软。我们现在进来，然后这个场子
巨斜无比，它的整个角度很垂直，然后刚刚下楼梯的就是一定要抓紧那个扶手，有点吓人。然后这个场子现在好多好多好多人，不知道一会儿的秀会怎么样。强烈不建议有恐高症的来，腿会软，因为它真的整个角度太垂直了，有点吓人。A land molded into a multitude of shapes and forms. We 们提前出场了，实在是，我们四个一致觉得这个秀非常的不值得来看。但凡你用任何地方的 sensitivity 都不来。对，他的音乐做得很烂。画面做得很烂，真人秀，整个故事也很烂，就是怎么说呢？哎，反正我们四个都很无语吧。我现在要回酒店拿行李，然后去机场。